我军已差敌我国，我国四大战神在拼死抵抗。强弩之末罢，现在是谁在陪同我？是将星宋红颜。听说是个狂妄的小子。走，瞅瞅去。不愧是安国将，宋红颜，竟然跟我们四大战神拼了。毕竟是女流之辈，体内逐渐不支了吧？我们四兄弟一起上。 活捉了他，好好享受。下作的东西偷排污水，污染我华国水源，并取你们狗头像上主封印。看来是宋红颜资质平平嘛。下，小和尚。 恭喜少主，功力已达归神境。恭喜少主，亏神境算得了什么？我要修炼这无上心法，真正达到巅峰之境界。不是，你说修炼无上心法会使人记忆封印三年。有你们两个给我护法，我还怕什么？将星宋红颜到。 禀报少主，我国四狗已被末将击杀，末将求见少主一面。区区将星没有资格见少主，请回吧。诺，红颜定多立军功，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少主一面。你好，我叫王浩，保安大队的新晋个人，优秀。什么玩意儿？ 一个臭保安也敢来跟我相亲，哼，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你也就是个月薪3000的一个小职员，再怎么说大家也是同道中人，给个面子好吧？谁比你是同道中人？真恶心！我要找的男人月薪不能低于10万，而且呢，在咱们江州还得有3套以上。必须得是市区的，彩礼嘛，可以降低一点，80-80万就行。哦，对了。 如果说吩咐函收孩子的话，那我以上所收到的条件必须要翻倍。要不还是回医院吧，我看你这病人可不轻啊。你他妈才有病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得什么样子，穿一身保安服啊，哎呦，这把头发还整理整理，喷点发胶啊，挺不一形象的嘛你啊！你给我松开！不松！松不松？不松！松不松？哎，你给我动开！ 你看我，你给我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这已经是少主这个月挨的第10个耳光了。还行，没破上个月记录。这才5号，这不挺好的吗？少主跟夏家那丫头有婚约，要真相成了，多难收场。少主已经失去记忆了，我真怕再这么相下去。 万一要是被哪个富婆看上了，很难收场啊！放心吧，就咱少主现在这德行，被富婆想怎么看？有道理，希望少主赶紧恢复记忆吧。神殿百万众，还等着他归来。真的。 这位张姐是红颜呀，对，就是她，她前几天加封掉的鱼翅，可是全国直播的，我属亲自给她授权。就说她才22岁，这么年轻就封掉了，这前途可不值钱呀。谁是王浩？谁是王浩？ 您是宋红颜，宋将军，我是您的粉丝，可以跟你一块合张影吗？找我啊？你就是王浩。你哪位啊？你认识宋将军？那看来你一定也不简单。那我们可以继续。走开！我走。滚！
我今天是来通知你，我要跟你退婚。你哪个单位的？咱俩很熟吗？井底之蛙，连宋将军都不认识。18岁，我独闯10万大军去北望首级；19岁，我一人挑下倭国4大战神。 这些伤疤都是我立下的赫赫战功，如今我更是被国主册封为宣威将军，而你不过是个偏安一隅、为人寻机找狗的小保安。你我根本不是一个世界。大病吧你！怎么回事？ 四大战王，很有点印象啊。笑话，白骨城山的战场岂是你一个小保安能做的？记住，我叫宋独眠。退婚一事，算是我欠你一个人情。如若有难，打这个电话。但是我只会出手一次。 神经病！啊！靠，相个亲戚的全是神经病！你干什么？你不会也来退婚吧？结婚！啊！你这是什么路数啊？不是，我办领证。你爸这也太……你这抢婚啊！救命啊！ 上来！上来！怎么那么少呢？这老手啊，久经沙场的身手，不会是个仙人跳吧？你胡说什么？这老爷子也真是，非要让我亲眼确定。 这样还得把事儿办。爸过来了，你快在我身上做俯卧撑，我不叫停，你别停啊！你说什么？快点啊！哎呀，老公，老公，你快点啊！老公。 老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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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的，这女的绝对是专业的，老子要绷不住了！你这个疯女人！ 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刚才那些都是做给我爸看的。我跟你结婚，只是因为这是我爷爷唯一的心愿。他现在病危了，只想看到我们俩完成婚约。尽管你就是那儿吧。哦，这么说你不是仙人跳？你胡说什么呢？ 你给我看清楚了，我是夏氏集团的总裁，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华尔街之狼，<笑>你还上过这种杂志啊？这才相信了吧？那既然如此，咱们就继续呗。我上来了。你。 你可千万别想跟我发生点什么，你不配。夏婉晴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工具人，睡觉。哎。
龙华，既然带我参加这个宴会，说明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带你来是想告诉你，我跟你就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。我劝你还是不要痴心妄想。婉晴，好久不见，这位是我们这儿的宾客，可都是出入上流社会，受过高等教育的。我不记得。 我有邀请过这样的一个臭乞丐吗？他是我丈夫。什么？婉晴，你这口味也太重了吧！陈少，我今天来是有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之前崔少来我们集团旗下的店里面订车，我用心地催了他，我亲自醉了他，能不能请你帮忙说一下？崔家的崔卫。 婉晴，你竟然得罪了崔少，怎么，那位姓崔的来头很大？土鳖就是土鳖，崔家可是江州第一大豪门，掌握着江州千亿财富，听说和神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就连江州地下皇都要对他礼让三分。崔少在江州就是当之无愧的太子，谁得罪谁死。 婉晴，你居然得罪他，你们夏家大没错，崔家是很厉害，但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。婉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跟崔少那可是过命的交情，你这点小误会，我一句话就解决了。真的？那是当然，咱俩这交情还谈什么钱呀？来，过段时间。 陪我去趟马尔代夫，咱们度个假怎么样？陈少，我已经结婚了，还请你自重。啊，你是说这个臭乞丐是不是？这样，咱们到时候把他带上，他给咱们做司机当佣人。欢迎老公，你好啊，你就是夏婉晴。 这人比照片好看嘛？听说你在找我，要不上我家聊聊？我家泳池大得很。崔少，上周的事是我们不对，我想给你道个歉，你看。哎呀，没意思，没意思，说点实在话。崔少。 崔少，我是天豪呀！你下等是我的朋友，您看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这件事就算了。算了，哪来的臭虫？你谁呀？我认识。崔少，崔少，您忘了吗？我是小陈，小陈啊！前几天咱们还一块唱歌喝酒放一块呢。小陈呀。 还要面子是吧？我呸！夏总，这道歉嘛，也要有点诚意。夏总，我酒精过敏，不会喝酒。 没有哪个女人敢拒绝我崔少，楼下的多栋套房都幸福。你要喝醉了，我带你上去行房。崔少，我们能不能换个方式？比如说，夏婉晴，别让我冷静。 哎呦，嗯，哎呀，这一闻就是好酒啊，这酒不便宜吧？哎呀，不便宜。那崔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那这酒是你这种叫花子该喝的啊？我是她老公，我替她喝杯酒怎么了？ 你说你是他老公，<笑>我堂堂崔少竟然跟一个叫花子去。
别动手！怎么，你少吃我汤？我天！跪着，茶馆。怎么？害我？畜生！ 王浩，你我这么猛吗？啊！给我弄死他！ 是谁？凡我神殿所属，连我号令，故此刀斩，杀无数。遵命，主令。我将三千里路剑为戒备。 没想到我失忆多年，居然当了这么多年废物。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谁？你别过来啊！刚才是你叫我叫花子，你这么懂，你是不知道花是谁？我杀了你的！ 听说你很喜欢让别人下跪，恰巧我也行。我可是催眠兽，爸，弄死你的！啊！我疼！啊！啊！啊！ 儿子怎么样了？你们干什么呀？老爷，少爷没被伤到要害，暂时没有什么大碍。哪家的公子？公子，他是个狗屁公子，他就是夏家的一个废物上门女婿，还是一个兔宝啊！三爷，要不要我去弄死那小子？公子，把他带到推一下，不要教他。怎么尊重的推一下？是。 你竟然闯祸进入，万顷带你去见天世面，你居然敢动手打人！你知道你这一拳会把我们夏家打进监狱吗？好，可以这样做事。我夏家对你怎么样？你拍拍胸脯，扪心自问吧。那你们的意思是，让我眼睁睁的看着你们的宝贝女儿被羞辱不管是吗？你王八蛋，你居然敢强词夺理，滚，滚出我们夏家！你滚啊！ 你先出去冷静一下吧。请。少主，恭喜少主，取回记忆，君临天下。人家少主都被人家扫地出门了，君临个屁！大明夏家，你们羞辱少主。
你们几个跟我去灭人家下乡！哎哎哎，都给我回去！干嘛呀？那是我老婆，别一天天灭这个灭那个，没人和人会啊！把家伙都收下！老总，老朋友又见面了。皇叔，您技艺刚恢复，实力还不完全，切记不要全力出手。 不然，机会再给你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退下吧。走。我是不是迷路了？王浩，你居然敢跟踪我！ 难道我跟你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你我之间绝无可能，你要再敢跟踪我，休怪我不客气。谁跟踪你？我家就在附近，你还说没跟踪我？哎，你个小妮子，你平时也这么自信？宋红颜，3月前你杀过狼国战将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 罗刹，违背神殿禁令，私入龙国，就不怕神殿责罚吗？3年前神殿少主失踪之后，神殿就宣称闭殿，哪有时间管这等小事？宋红颜，今日便让你血债血偿！杀！ 宋红颜，你去死吧！现在还不是老子来救你，实力还不完全，切记不要全力出手，不然我也不放心。 地裂斩，难道他是神殿上的？地裂斩，难道他是神殿上的？真是废物，居然晕过去了！我要再与你这家伙纠缠，岂不是辱没我的身份？恭喜将军斩杀罗刹，再立奇功。不是我杀的，我只是捡了一个便宜而已。 不过刚刚这车要是撞过来，我必死无疑。能用刀把这车给劈开，说明他的实力远在郑国战神之上。快，悬赏10000，全程搜索。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刀的主人。还有，叫个救护车。是。 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少主的记忆又被封印了。无妨，还有最多一个月，少主的封印就会被解除。好，我已召集了全球百万殿众，一个月后为少主召开本宴，届时少主王者归来，重掌神殿。我能出院了吗？从体检报告上来看，应该是没啥问题了。哎哎哎哎 回来！回来！走！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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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
你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。那，你把这个给他灌下去，一下就好。嗯，二锅头，啊，能治病？一派胡言，简直是荒谬！哎，小伙子，你懂医术？
不是你不懂医术，你才有乱，给我滚！啊，等，算我多嘴。孙正义，后来怎么样了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不可能！你是江州地下势力这么多年，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了？你还有办法？郑兄，你真相信那小伙子一派胡言？不一样啊，侯爷，侯爷。大哥，算了吧。侯爷，我不能这样啊！圣贤，节哀吧，不要再折腾侯爷的遗体。侯爷，侯爷，不要这样！侯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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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敢把我喷出关院子？真他妈喷出那！侯爷，就是这位小哥救了你。你们是？已然侯正义。感谢先生救命之恩呐、哎！小事儿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您没事就行。喂，王浩，你这个害人精，这下刚刚放出话来，要让咱们家从江州彻底消失。你要是还有半点良心，就赶紧去崔家门口跪下磕头赔罪。妈，没事，我来解决就行了。你解决个屁！宋红颜还欠我一个人情，看来只能让他出面了。你和崔家有恩怨，崔家怎么得罪你了？应该是说我得罪他们了。昨天我把那个崔卫给废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，先生，您和崔家的事儿就不用你对着头了。我和老崔有点关系，崔家的事儿由我出面解决就好了。亲呐、啊，要不你再给陈少打个电话，请他父亲帮帮忙。好，我再打个电话求求亲。要不是老爷子非让婉清嫁给王浩，我非把那四海人情赶出来。这事儿怎么能怪姐夫呢？要不是姐夫，姐都不一定能回得来。婉清，怎么样？陈少他父亲说不愿意帮忙。徐大爷，是您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哎，您听我解释啊，算你们下家走运，我一个老朋友给你们求情了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下不为例。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对对对，那个崔三爷的朋友肯定是陈少的父亲，肯定是陈少请他的父亲帮忙的。今天豪不是拒绝了吗？怎么可能是他？你这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呀？肯定啊，是陈少想给我们家婉清一个惊喜呢。这年轻人的心思我懂。陈少肯定是对我们家婉清有意思。妈，爸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？够了，我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你不要再去找夏家了，听到没有？你认怂，那这个场子我自己找回来了。你，崔三爷，你因擅离职守，导致据点失守，同僚惨死。现断一指，逐出神殿，何有异议？这少主不杀之恩，如果我还是神殿主人。谁的面子我也不知道，可惜。陈少，这次多亏你帮忙，要不然我们夏家可被那个废物赘婿给害惨了。阿姨，您过奖了。不是他还不一定。这个废物，你还有脸回来？赶紧给我滚出夏家！妈，少说两句吧。我来就是跟你们说一声，崔家的事情
已经解决了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那还不赶紧给陈少道谢啊？我跟他道什么谢？王浩，你是真应该谢谢陈少，要不是陈少在他父亲面前以命相逼，他父亲是不会答应出面帮我们。你快好好谢谢他。这崔家不肯追究，也是因为我跟侯正义有一些交情，是他出面跟崔家说和的。姐夫，那这个事真的是你姐姐的？哎呀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我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江州地下黄侯爷，那也是你们高攀得起的。陈天豪，你自己来说，崔家到底是看在谁的面子上才肯善罢甘休的？王浩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自己没本事就算了，现在连救命恩人你也不认了吗？好了，婉晴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他，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都不在意。陈天豪，你还真不要脸啊你！够了，王浩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好，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那我走就是了。呸！那个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东西了。他说的都是真的呢。笑话，他要真有本事，能到我们夏家来做赘婿吗？楚楚，你年纪还小，千万别被他的几句话给骗了。婉晴，今晚我请你吃饭的。陈少，这次你帮了我这么大个忙，应该是我请你吃饭的。今天你们谁都不行。崔少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崔少，父亲不是说事情已经过去了？他那儿过了，老的事儿。带走。哎，崔少，崔少，什么？崔少，崔少。我爸昨晚跟你父亲已经聊过这事儿了，您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？你爹都不敢跟我这么说话，你还敢跟我要面子？你再敢多嘴一句，信不信我打死你？这给王浩那个小白脸打电话，说你跟他在龙岩会所，你叫我快，我跟你说。天豪，你不是打电话说婉晴喝多了吗？他人呢？就在这里面。崔少，王浩，你今天终于折在老子手里。是你？婉晴呢？还操心的小婊子呢？你跪下来给我磕十个响头，我就带你去。没准儿等兄弟们几个玩够了，你还能赔上号。别他妈做梦了，嘴还挺硬的。葛少，你要说什么？我可是崔卫，你认识我？我爸是我的。再问你一遍，婉晴在哪儿？王浩，婉晴在隔壁。说什么？少爷他不被那个叫王浩的幽闭法，但是伤得比上次还严重。欺人太甚！侯正义是江州的地下王又怎样？这次天王老子来也没用，叫大龙他们回来，给我包了下。今晚我就要下家，寸草不留。哎呀，走了走了，魏家只能派人来了。婉晴啊，魏家人，你给陈少打电话求求。妈，我刚起床一直在给他打电话，一直打。哎呀，这造孽造孽呀这。行了，你别担心了。跟宋红颜还有一些交情，我打个电话让他处理一下这件事。姐夫，你说的是修威将军宋红颜？是那位声名远扬的将军。宋将军是什么身份啊？那可是国主亲自册封的大将军，天大的大人物，怎么可能欠你这个废物的人情呢？你就别骂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不就信了吗？等等等，你快点快点点。
他可能没听见，我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胡闹吗？好，好，好，现在宋红颜靠不住，我去找侯正义去总行了吧？侯正义，侯爷，那是什么身份呀？也是你们高攀得起的吗？你，就是个头头。今天之下，一块也没留好。三爷，三爷，那个崔少是王浩来的。这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跟我们夏家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那么叫王浩的小子呢？给老子出来！爸，就这小子。崔三爷，你因擅离职守，导致据点失守，童谣惨死。现断一指，逐出神殿，我有异议。岳少主不杀之恩，不是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快动手打死这小子呀！老子要先打死你！啊！你知道你得罪的是？崔老三，你若敢暴露少主身份，坏了他的修行，你们崔家死一万次也值得。那个三爷，你怎么跪下了呢？崔三爷不是过来寻仇的吗？怎么自己还先跪下了？难道这王后真是个什么大人物？大人物，弄错了吧？哦，哎，你是不是之前认识我？我不认识你。那你这是干嘛呢？我腿麻。见过兄弟，见过我宣龙殿下去。崔老三，我还想着怎么惩罚你，没想到你倒是挺机灵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他真的是宋红颜，没想到我夏家的事竟惊动了这位，居然真的认识宣龙将军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，说你啊，给了我一个空号，那你现在又来干嘛呀？那不是空号，是战部专用号。你只要打了这个号码，我就可以直接定位。再说了，我今天要是不来，他崔老三有这么容易放过你吗？是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崔三爷是被我给吓跪了？你是不是认识失忆之前的我？这，你还真是一心直操啊！他崔老三很明显知道你是我的前未婚夫。怕我跟他秋后算账，不然他会这么跟你跪下？对对对，正如宋将军所说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还要谢谢你？不必了，本来就是我欠你的一个人情。崔老三，如若你以后再敢为难夏家，那你们崔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，赶紧带着你的人滚吧。是是是，谢谢宋将军，谢谢宋将军。等等，少。王少还有什么事吗？你这个断指，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啊？我操，该不会是想起了点什么吧？不行，我知道王上将的意思。王少这下可满意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我也没让你自残呀。哎呀，算了，快。不愧是国主亲自册封的宣威将军，崔三爷吓得都自断手脚。宋将军，刚才真的是太感谢你了。来，你快坐。哎呀，好女婿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你也快走。不必再麻烦了，王浩，我欠你的人情已经还清了，你我再无瓜葛。若你以后再敢惹到不该惹的人，那你就自求多福了。刚刚宋将军说什么？他说以后跟我撇清关系了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滚！哎，妈，你别说了，今天要不是王浩，这事还解决不了呢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干什么呀？没有宋将军跟他撑腰，这算个屁呀！哎，夫人，我倒觉得婉晴说的对，咱可不能忘恩负义啊。你说我忘恩负义？好啊，你们都帮着他，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坏人当定了。婉晴，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跟他离婚。
妈，你别闹了，你离不离？自从他到我们家，把我们家是搅得鸡犬不宁。今天你要是跟他不把婚离了，我就死给你们看！哎呦，哎，这是要干什么呀？离不离？好了，同意可以晚清离婚。少主反正很快就要突破神经，我们还有必要这么隐瞒？少主此次被封印记忆，是祸于孙国。如果他能借此将心境修为再提升一步，就有可能踏足千年来都无人踏足的传说境界。自从少主失踪后，与我们斗争百年的冥王殿就蠢蠢欲动，有死灰复燃之势。如果少主突破神境，就不足为观。这件事上谁也帮不了少主，只能看少主自己造。不过，有件事需要你去做。你是说？没有，可以少主，神殿少主离婚了，快，快通知我的四个女儿，请进纲目监督，一百多油田作为嫁妆。我刚得到消息，神殿少主已经离婚，林清蕊是我封印过最美的公主，我以为你们废好关机了，速求我不惜千代价成为神殿少主女人。是我陛下。神殿少主离婚了、啊，妹妹静静、乔乔，你的机会可来了，谁愿意进来？我们都要去。这件事情是我们夏家对不起你。这个卡里面有100万，你拿着吧，算是我的补偿。不用了，不用。王浩，我知道你有骨气，可现在这个社会骨气能值几个钱呢？你快收着吧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我也有我的坚持，咱们就这样好聚好散。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婉晴，陈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，当然是我叫来的。你跟内妃我已经离婚了，现在是不是可以嫁给陈少了？妈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嫁给他的？神殿走护法，印长生道。护法，这可是天下第一大势力的护法，此乃通天之大任务，送到我下去。说不定是为了我们家婉婷来的，我们家婉婷那可是江南第一美女啊！这刚水了王后那个废物，说不定吴护法就是来提亲的。有这个可能，我真的是不娶亲娘，要娶婉婷的话，我也就只能祝福了。该祝福还是不祝福的。爸，我跟宁护法压根一点交集都没有。再说了，他位高权重的，怎么会看得上我呢？哎呀，这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一会儿宁护法到了，您可一定好好的表现，让宁护法高兴啊。妈，见过护法。不必多礼，我来是发出神命，您夏家谁来接？谁来接？哦，宁护法，这令牌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能特别的都没有呢？你给我放下！你吓死我了！这令牌到底是算什么的呀？这株神令是神殿最高的神令，一经发出，那就是诸神殿百万殿中的死敌。借着这令牌，我夏家就死定了。护法，不知我们夏家到底哪儿得罪您了？还没有人敢配我少主。少主，你是说王浩？这怎么可能？王浩他就是一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是神殿主呢？宁护法，你一定是搞错了。他们，哎，我
夏家个个都是有眼无珠的东西，让上！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行李没收拾，怎么还动起刀来了呢？少主怎么回来了？我不能暴露身份，此举少主提前回避。你们夏家好自为之。走。看着我干嘛？王浩，你到底是谁啊？啊！我知道了。你们没有发现宁护法进来之后，看到王浩第一眼就立马离开了？这肯定是宁护法发现认错人了。啊！吓死我了！我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大人物呢。侯爷，那好像是王总的，咱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？改日吧，我今天有个重要的会议，赶时间。行，侯爷。宁宫家族的家徽，枫叶国王室的旗帜啊，这就是跺跺脚就能引发国军敌人的大势力啊！这些大人物怎么会到来这个小小的江州来？啊，而且是联袂而来？不对呀，太不对劲了！他们到江州来干什么？侯爷，你看，他们好像都存在王先生面前。什么？你的少主，我跟家族为你献上百座雄旗，愿为你往后马首是瞻。啊，我的四位女儿，也可任你挑选。啊，少主，我代表西方世国携万亿美金前来觐见，还请您迎娶我国公主。丫头们，上。哎，你们等一下，你们认错人了吧？我根本就不是什么少主。少主，你说笑，我们怎么能认错少主您呢？对呀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认错？可我真不是啊！别管哪儿来的，回哪儿去。若是耽误了少主休息，你们也是神殿的敌人。哎，停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神经病啊，你们！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我都说了，我不要美女，干什么呀，你们？你，侯爷。王先生，你是在哪里高就啊？我现在就是个闲散人士，你不是刚被赶出了家门吗？还在找工作。看来王先生是想隐藏身份，游戏人间啊。王先生，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可以来我的公司当个副总。哎，郑总，您的好意我就心领了，但这副总我真干不了。王先生，您要是嫌这个职位不够高呢，我可以把我的位置让出来。哎，郑总，您真误会了，我呀就是一个小保安，这副总我真干不了。王先生，知道知道。郑总，你那个公司保安队长位置不是一直空着吗？哎，对，哎呀，你瞧我这脑子，王先生，这下专业对口了。您不能再推脱了。哎，那行。不过王先生，那个保安队长还有点特殊啊。啊？怎么个特殊啊？白天你是公司的保安队长，
晚上你得帮我看着南郊那套别墅。啊，侯爷，你这不是拐着弯的让我免费住大别墅吗？你哪里哪里，我那套别墅确实需要有人守呀。多谢侯爷的美意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呀，哪一个？哟，这不是那个废物王浩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下家了？婉晴，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？你说那不是废话吗？不跟着我，难道跟你这个废物前夫吗？前夫哥，你说话注意点，浩哥可是我们保安队队长。什么？什么队长？那不就是一条看门狗吗？你他妈说话把嘴巴放干净点。真是混蛋啊，一个小小的保安敢在我面前撒野。我不怕告诉你啊，你们这儿的证据跟我爸那可是好朋友，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丢掉他。王浩，我命你现在立刻马上把这钢索给搬走，而且我要你跪下，亲自用手给我搬走，否则的话，开除你。还不我，你要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你在这儿蹦跶来蹦跶去的，你说是吧？是吧？他刚才羞辱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制止他呀？王浩，我知道你心里面有怨气，但你能不能不要再闹了？我们今天过来是跟你们政警团合作的，这约定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放我们进去好不好？哼，约定的时间要到了呀，那关我屁事。王浩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们进去啊？怎么样？陈少不是说我们做保安的都是看门狗吗？那这样，让陈少学两遍狗叫，然后再大叫三遍，说他是狗，怎么样？王浩，你不要欺人太甚啊！愿意。啊？啊？哎呀，那我就去休息啊。你们把他给我盯好了，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放。队长放心，我保证不热。哎，陈少陈少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。哎，我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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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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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赵总，有一句话我想一想还是应该告诉你。我觉得贵公司在用人方面还是应该在人这边。好，我会的。慢走。进来一下。郑总，有什么吩咐？刚刚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陈少和苏总在来的时候和新来的保安发生了点冲突。什么？出这么大事你跟我说一声，你这个是怎么当的？那要不我把保安队长叫来？叫个屁呀！王先生是我请过来的，要不是他不愿意，连我这个位子我都得让给他。通知会员部取消与下家的合作，另外断绝一切与夏家还有陈家的合作。最近王先生他们的落魄恐怕是怎么样的？伯父。爸妈怎么了？我们今天是进去吧。对了，我们今天去谈合作，谈挺顺利的，已经成功了。嗯，什么？合同谈成了，可我刚接到的郑总秘书打的电话，说是合同作废了。什么？作废了？
这怎么可能嘛？伯父，你一定是叫人给骗了。我跟婉晴刚刚从郑总的办公室出来，不相信，我证明给你们看。这一定是王浩那个小子干的。王浩？王浩怎么了？王浩现在就在郑总的公司里面当一个保安队长。我和婉晴去的时候和他发生一点小矛盾。一定是王浩在郑总的面前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，让郑总误会，所以才会导致郑总生气和我们毁约。什么？就是人害人精。他肯定是对之前的事情怀恨在心。趁机报复我们，你之前还帮他，这就差给人家报答吗？妈，这里面是有些误会吧？误会？这能有什么误会呢？一定是他！我现在就把他叫过来问清楚。王浩，你现在立刻到我们夏家来。喂，王浩，你现在立刻到我们夏家来。妈，你说，这个废物，他居然敢挂我电话！伯母，您先别着急。这样，我先回趟家找趟我爸。我爸跟郑总关系很好，这件事儿肯定还有回旋的余地。陈少，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。哎，包在我身上。你看这关键的时候啊，还得靠陈少。婉晴，来送送陈少。好。妈，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畜生，你给我跪下！爸，这什么情况？你给我老实说，你到底是怎么得罪郑总的？为什么他连我的手机都给拉黑了？什么？爸，一定是那个臭保安，他一定是在郑总面前乱嚼舌根了。你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一早我上门去赔礼道歉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方法，你哪怕是跪下磕头，你都求得郑总的原谅。让我们过去。我说了不行。哎，怎么样？哎，郑总，把这个人给我打断腿中。好嘞，郑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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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傻缺怎么又来找我？这傻缺也不知道怎么得罪郑总了，是郑总让我们揍他，用点力没吃饭。王先生，您消消气，我已经取消了给夏家的。郑总，我觉得吧，没必要跟钱过不去，要不跟夏家合作，看还是继续吧。啊，那既然王先生您都发话了，那我行吧。那也辛苦郑总了。我记得，就当做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夏总，既然有贵人替你说话，那我们的合作就继续吧。不过你可得好好感谢感谢人家。郑总，您说的贵人是？哎，婉婷，郑总说什么呀？徐少。哎呦！哎，徐少，陈少，你这是？就别提了，我去一趟郑总的公司。这是郑总公司的人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啊？所以郑总说的那个贵人是你？什么他妈的贵人啊？郑总说有个贵人求他帮忙，所以他同意跟我们一块合作了。啊，是啊，
我今天去郑总公司，就是去负荆请罪。师傅，我这身伤，才让郑总原谅我。哎呀，陈少，那真是多亏了你了。快说，坐。哎呀，来，你坐，坐。慢点。王先生，救命啊！你是？我是侯爷的人，求求女儿救救我！爷爷救不了你。呀！沈夜少，你认识我？失忆了？说，我到底是谁？你真的失忆了？太好了，老天都在帮着我们冥王殿。找死！任务失败，神殿少主已死，是你。这就死了。哦，那个杀神竟然失忆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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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的是天助我冥王殿，现在正是将他灭杀的最好时机。传我冥王令，让杀手榜排行前十的杀手全部去天海。灭杀神殿少主王浩。不，我在南郊别墅这边运行，来几个人处理一下。王先生，抱歉，给你添麻烦。没事。哎，这家伙什么来头？为什么要追杀你？具体身份还不清楚，应该是侯爷仇人那边派来的杀手。可是我现在也杀人了，刑天司那边。王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行，那这儿交给你了，你先回去了。侯爷果然没有看错人，这个王浩绝对不简单，看来我得跟他多接触接触。喂，王先生，昨天多谢你出手相救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，我想请你吃个饭。侯爷该不会以为我是什么深藏不露的高手吧，想对我使用美人计啊？王先生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。那行吧，地址发我。酒店里跟迷宫似的，还一天。小峰，对不起，快点，你家这臭丫头跑了。好了，今天搬定。说，怎么回事？我来找他们谈合作，结果他们在我酒里下药，这样对我图谋不轨。你学姐夫那样给他脑袋上来了一酒瓶。小子，我劝你最好他妈少管闲事，不想死的滚下来。我可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很凶残的，刚杀了一个人。说话给我注意点啊。你在我云中鹤面前装什么？你装你妈呀，不杀。这你别过来啊。你是什么人？你说是不是？本事就那么一点儿，还那么怂，还是中等哥，中等哥，中等哥。好小子，有种，有种你让我打个电话，打。医生，你拿手机是准备打给谁呀？贝老板，你可算来了，这个砸碎他打呀！想作死就别拉上我，还想动王先生？王先生可是侯爷的贵客。我控制活腻歪啊！贵客，我王先生，抱歉，刚才我有事耽误，这个家伙你想怎么处理？
王先生，不，王爷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是我错了，还请您原谅，给我一句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心情好，不跟你一般计较。但是你要是再敢打投诉，你小心我。王爷请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敢，绝对不敢。快走。没事了，你说你呀、啊，你怎么就不能注意点？一个人单枪匹马来等云中鹤谈生意，你不是送货上门吗？这能怪我吗？还不是堂姐这两天刚签了一个大单子，我要是不签一个的话，我只能在家里抬着这头。王先生，看来这也怪你啊。要不娘甄总也给您这小姨子签一个，雨露均沾一下。堂姐那个单子是郑总看在姐夫的面子上签下的。哎，老板，你就别打趣我。行了，没事，回去啊。走。程妈，我今天啊有个大新闻。你能有什么大新闻？和云少把合同签了吗？你猜我今天去签合同的时候碰见谁了？谁啊？姐夫。姐夫？什么姐夫？你说的是夏婉晴家的那个废物？姐夫才不是什么废物呢！哎，你仔细说说。今天呀，真的假的？那废物真有那么大本事？你可别忽悠嘛！啊，还能忽悠你不成？我倒觉得王浩这小子有点东西。你可拉倒吧！那废物在的时候，我可看你连正眼都没瞧过一眼。今时不同往日，我感觉啊，楚楚就算是真的看到了，也不一定是真的。咱们还得好好考量考量这个王浩。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宝贝女儿，你也知道咱们家在夏家是个什么情况。那夏婉晴一家那王浩根本不当人看，如果真如你所说那样，那王浩岂不是不是什么废物赘婿了？你妈说的不错，这样你跟王浩先搞好关系，如果他真的是深藏不露的话，你就从婉晴的手里把他抢回来啊！我想什么呢？那可是我姐夫呀！真是他女儿，这死丫头！哎呀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！你之前不是挺讨厌我的吗？现在还请我吃饭？费劲。先帮我弄一下，我先吃顿饭。喂，王先生，你现在方便吗？侯爷他突然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。啊？那我现在就过去。我有点急事，我出去一下。我要跟你去。你跟我去干嘛？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想跟你去，就是带我去嘛。而且我有车，我能带你。哎呀，我那是……你别摇了，我带你去还不行吗？王先生，求求你救救侯爷！柴老板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王先生，求求你救救侯爷吧！求王先生救我爷！你周总，现在都是挺碍事的大人。诸位，不必如此，你们快起来。韩老板，你快带我去见见侯爷。王先生这边请。你好，您是王先生的朋友吧？等我称呼。郑总你好，我叫夏楚楚。王先生能够带着夏姑娘一起来，想必这个关系也很亲密吧？夏小姐一看就是大家闺秀。这个呢是鄙人的名片。姐夫也太牛了吧，
而且天海市的大老板竟然都在讨好我。王先生，侯爷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不过侯爷的症状是非自然状态。王先生的意思是？我觉得白老板可以留心一下这下毒之人，应该是侯爷身边的。好。王先生，侯爷他怎么样了？侯爷有救了，怎么样？各位放心吧，侯爷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啊，侯爷有救了，太好了。在下就先告辞了。谢谢，您慢走。走吧，愣着干嘛呀？行了，我到了，你快回吧。哎，姐夫，哇塞，这是你的房子，这么气派。你又要干嘛？你看这么大的鱼，你不请我去做的？姐夫，你这房子装饰太气派了。哎，你慢点。哇塞，这个雕塑。啊？姐夫，这个是那个得过奖的。哇，竟然有这个！这不就是一大象吗？哎呀，姐夫，你看我刚才跑的，我都热了。我能不能在你这儿泡个澡啊？啊？你这是开玩笑的吗？你想啥呢？再说我这儿也没有你换洗的衣服呀。我车里。啊？哎，你玩真的呀？准备倒挺齐全啊。洗完赶紧走。来我家泡澡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哪解释得清楚啊？你是不是准备赖在我这儿不走啊？你泡个澡都泡两个小时了，皮都泡秃噜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姐夫，你能不能帮我拿个浴巾呀？浴巾，别再整那个药盒子了，你要再整药盒子就……嗯。你姐夫真是一解风情。房子看了，这澡你也泡了，该走了吧？姐夫，车坏，竟然走不了了，我只能在你这儿过夜。不行，那你就不一样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我来。看看吧。姐夫，这些都是你的车。哎，把你的小心思收一收啊！赶紧选一辆开回家。姐夫。我真的一点魅力都没有。我觉得这辆很不错。主管，你没有骗妈吧？你说你开回来的那辆全球限量版，只发行了三辆的法拉利，是王浩的。啊！而且啊，不仅如此，我今天去他车库里面，他就没有一辆车是低于1000万的。啊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叔叔，你答应妈，你一定要拿下王浩呀！婉晴，都这么晚了，你怎么来了？王浩呢？我妈让我来拿点东西。你能问他做什么？对了，叔叔，听说你今天晚上跟王浩在一块儿。姐，你这是记错了？哎呀，我看姐夫挺好的，你也别说他的事情，让你男人。
安分，才安稳了。看来他们还不知道我和王恒离婚的事情。算了，给他留点面子吧。是呀，叔父要是有你这样的好命，能找到这么好的女婿，我可巴不得呢。玉果，小妹，你俩就别挖苦我了。表妹要是喜欢，那就让给他好了。到时候就怕你舍不得，就怕你不要了，还觉得我在坑你。将军，收到一组来报，世界杀手排行榜前十于昨日秘密入境，正在常往江州赶。什么？他们来江州做什么？目前还没有探清楚情况，不过我们的人已经挡不住杀手，是否需要呼叫支援？不需要。如今江州有内卫坐镇，别说十大杀手，四大战神来了也掀不起什么。姐夫。啊？你又来干什么呢？不是你门都不敲。老师没教过你讲话没懂礼貌啊？你疯癫了？我姐夫啊，家人还敲什么门呢？问你，哎呀，是来还你车钥匙，给你。啊，行吧，回去吧。哎，总工。啊？到饭点了，请我吃个饭。我。哎呀，行不行啊？行倒是行。不过我最近工作没办法，只能请得起路边的小馆。你去吧。装，看你继续装。啊？走。我真不挑啊。嗯？干嘛要骑电动车呢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个点啊，刚好下班，开车肯定会堵。还有啊，你别乱蹭啊，我可不好骑啊。就是。我都不该，我那是练出来的海绵，有啥豆腐可吃？美女，去哪儿啊？大热天的，到我的海景别墅玩玩呗。赶紧让开，挡道了，知道吗？哪儿来的狗在这叫啊？啊，骑个破电驴也好意思带这位小美女？赶紧滚，信不信我叫人？我姐夫让你滚，你没听见吗？赶紧走开，别耽误你吃饭。你走吧。喂，听说明天晚上江州地下皇要举办酒会，到时候整个江州的名流都会去参加，你看看能不能搞几张邀请函来。妈，我又不认识什么江州地下皇，我上哪去找邀请函？不认识你不会想办法吗？实在不行你就去问问陈少，陈少人脉广，兴许认识人家呢。好，我问问看吧。浩哥，跟着你干实在太爽了，这次郑州又给我发了这么多奖金。其实郑总看你们平时太辛苦了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喂，楚总。姐夫，你现在方便吗？我想找你帮点小忙。哦，我这会儿忙的也差不多了，要不你先去我家等我。好的，姐夫。嗯，好。这样，我有点事儿，你先走吧。好嘞，浩哥，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。好。我操！我这么强？你到底是？果然是你啊！再问你。谁派你来的？你不要太得意，明王殿下一定杀了你。王母，喂，白小姐，你知道明王殿吗？明王，没听说过。你带一些人来我家里，我遇到了一些杀手。他们自称是什么冥王殿的人，但都已经被我解决了。什么？王先生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王先生，你的意思是这几个杀手和之前偷袭我的是同一伙人？说实话我也不确定，只是有一种感觉。我会告诉侯爷让他去查冥王殿。侯爷准备明晚举办一场酒会，只是邀请函，到时候你有空的话可以去参加。
好，回禀去。他竟有如此事，此则具有刀客令的电梯的意思。未尽，我要亲自前往江州，斩杀王后。行了，别装了，知道你行了。姐夫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呀？你刚才怎么有杀手来杀你啊？你都不知道把我吓死了，我以为我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说实话，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。装吗？姐夫，你是不是什么杀手之王啊？你刚才杀那些人的时候，你怎么那么不长眼？被你看出来了。你故事书看多了吧你？我还杀手之王，我还海贼王了我。华叔，来找我什么呢？我是想来找你要几张明天侯爷的邀请函。哎，你不是不喜欢应酬吗？还去干嘛？挂在和家里人面前这么回应，那是帮我。啊！好。那白小姐放给我吧。谢谢姐夫。哎，干嘛？不对了，你好歹给我留点，不然我在外面喝西北风啊。姐夫，你都和侯爷那么熟了，一定会没事。再说了，新德胜，不然你把书还给我。我怕了你了，行吗？现在邀请函拿到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就回家吧。我没事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胡闹吧你！姐夫，你要告诉我今天，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些杀手，我吓都吓死了。那你也不能跟我一起说呀，这事要传出去了，你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你说你……姐夫，我都不怕。你怕什么？我，哎呀，下厨厨，接下来我说的话给我听清楚。这个是三八线，你可以跟我在一张床上睡，但是绝对不能越线。你真幼稚，还三八线？切！神冥王殿，梁红玉手，似曾相识啊！下厨厨，你，我可听说了，这邀请函呀，就算是江州三大家族，都很难搞出几张。呀，那王浩还真有本事，一下子搞了四张。有的本事可大着呢。哟，行了，去参加晚宴吧。小乔，你怎么跑这儿来发你这儿？今天来参加宴会的都是江州名流，我没有得到邀请函，所以在这儿。邀请函？这酒会的邀请函很难到手吗？废话，这可是江州陆战皇主办的，一张邀请函千金难求，就算是我们陈家也很难得到。哇，你说的是这个吧？真不巧啊，我们家有。穿上眼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是你。就算是江州顶级的世家，也很难搞到四张。你，别说，看，你堂妹这家的人还真是爱装啊，还真是爱穿大衣怕狼，真是笑死我。哎，一会儿别被撵出去了啊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哎，楚楚，
你这邀请函是从哪儿搞到的？从姐夫那儿拿的呗，还能从哪儿拿的？唐姐，我不想瞒着你，给我邀请函的这个人，你也认识。哎，你这药还是猜不到，就不能怪我了吧？婉晴，他说的自家人，该不会是云中鹤？云中鹤，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，云中鹤一直对夏楚楚有意思？听说这个云中鹤是地下皇的人，要是通过他拿到一些邀请函，那不是很自然的事？云中鹤这个色中恶鬼，找你找主的，楚楚不可能跟他在一块的。婉晴呀，有些人为了达到目的，一定会不择手段的。那你说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怎么解释得通？不行，我一定得劝劝他。现在真的什么人都敢来呀、啊，欺负小天鹅就来。别瞎猜了，说不定他是来打杂的呢。哟，王浩，怎么跑这儿来做兼职呀？王浩，你来这做什么？我来参加酒会啊。难道你也有邀请函？南青，我就算不用邀请函也能进去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南青，你别听这个小子的鬼话啊，他一个小保安还想进这种高档酒会，想什么呢？王浩，今天来参加酒会的都是江州名流，这是高端酒会，别想混进去，这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连我们夏家也会受到牵连。晴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我是光明正大的从那儿走进去。哎呦，好的，小子，你说大话也不怕闪着腰啊！你要是不拿邀请函，我这个脑袋给你剁下来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王浩，你别闹了。你要是对我们夏家有什么意见，你可以跟我说，你别。晴，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婉晴，白小姐来了。白小姐是那位地下皇的左膀右臂，她一定是得到了消息，有人想闯进来。走，咱离她远一点。张总，王先生，真的是你？我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呢。白小姐，走吧，王先生。婉晴。这小子竟然认识白小姐。嗯，到底是谁呀、啊？居然是白小姐亲自来接他。那家伙不是替小王驴来的吗？这就是有钱人的腐蚀物豪门。早知道这样，刚才就不应该这么说他了。哎，他居然真不能邀请人家进去。马青，王浩一定是。送给他，幸亏送进来。王浩呢？你们怎么在外面不进去啊？哦，回宋江家，我们没有邀请函，所以在门口等着。王浩他已经进去了，还是白小姐亲自迎接进去。王浩一个人进去了，还是白如歌亲自接的？白如歌怎么会亲自接？王浩会不会还在外面打着您的旗号招摇撞骗？一定是这样的，宋江家，要不然白小姐怎么可能认识一个小保安呢？走，我们进去，我倒要看看和王浩到底有多大胆子。婉晴，我就说嘛，一个臭保安怎么可能认识白小姐？他肯定是打着宋战将的虎皮当大旗呢。王浩彻底得罪宋将军了，不行，还是提醒一下他。婉晴，你怎么这个时候还想着他？王后，你闯大祸了！宋将军知道你用他的名号招摇撞骗，已经进酒会去找你算账了。你快赶紧躲起来吧。婉晴，你还是不相信？侯爷在里面等你呢，这边请。那不是宋将军吗？他怎么也来了？这江州地下皇的面子也太大了。那么王人呢？没有，不知道躲到什么地方去。他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。诸位，
我借用大家几分钟时间。宋将军，您怎么来了？我今日不请自来，主要是想澄清一下，我和王浩之间没有任何关系。如若他以后再敢把我推出来，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他。不是，王先生骗你什么了？特别是郑仲明，不要被他骗了。将军，收到消息，神殿少主疑似在进城路现身。耿真，那我呢？哎呦喂，这不是王大少？等等，让拆穿，这赶出来了。不是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暖和呀。我留在这儿是为了告诉你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拿宋将军的名号招摇撞骗了？这真不是你运气好，那下次呢？万一再被发现，以后命都保不住了。这就不是你应该担心的。站住！小姐，你干嘛呀？我干嘛？小叔叔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做人情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和什么关系？夏晚晴，你该不会以为我和云中鹤有一腿吧？不然呢？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邀请函？夏晚晴，你一个有夫之妇，你天天和别的男人混在一起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，我告诉你，邀请函不是云中鹤给你。你快直说！谁呀？这么晚了？这将来的老婆。傻子，我是不是欠你的呀？你大晚上都不回家，你三天两头往我家跑，算怎么回事？我跟夏晚晴吵架了，没地方去。我才来投靠你，可我家也没住的地方啊！我们出去开个酒店去，那地方好，快去吧。只有我是不是人呢？我是因为你才和夏晚晴吵架的，就我连饭都没有吃就跑来找你，你就这么说？那你先出去吃饭好不好啊？那我家也没有剩菜剩饭的。困呐？困。嗯。醒了吗？醒了。走，坐车去。哪有点小姨子样啊？造孽！你不饿了吗？你吃啊！你看着我干嘛呀？你看，我不是没人要才缠着你的。那是有很多人追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已经有老公了，怎么还能接别的男人电话呢？宋红颜也在这里。哎，你装死是吧？你到底还是惦记那个夏晚晴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我姐了？大将军呢？你不是一直像跟屁虫一样跟着他吗？怎么今天就你一个人？当时在执行秘密任务，你少给我扯开话题。王浩，上次宴会让你跑了，我看你今天怎么跑。什么？你想打我呀？你，哎，青雪大人，姐夫他不是假冒宣威将军出来骗人的，他和侯爷本来就认识。姐夫？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是夏晚晴的堂妹。王浩，这太无耻了！姐夫跟小姨子大半夜在这吃烧烤。不是，我告诉你，今天算你运气好，下次别让我再碰你。别问你，他好像误会你。不用管他，宋红颜这个人神经病，他手下那人也是个神经病，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呀！呸，什么勾引？行了，不吃了，赶紧走吧！你看别人都把我们当动物看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快下走！别看我，去看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
我现在的名声是彻底被你给毁了。现在在别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勾引无知小姨子和小姨子无耻媾和的人渣。真的吗？那不然呢？既然别人都说我们无耻媾和了，真的，你看看。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给我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干嘛去？你自己一个人先回去，我有点急事儿啊。小心没死的，你小姐就不信搞定。血。你要不要帮忙啊？宋红颜，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救我！可是你怎么了？我中毒了。中毒？中什么毒了？就那个毒。哪个毒啊？哦，那个毒。快帮我解毒啊！好。现在就解，快！没问题呀、啊，现在解了。喂，将军，您见到神殿少主了吗？神殿少主这里没有，女色狼倒有一个，你要不要？你是谁？将军在哪儿？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他现在在建成路的胡同口，赶紧来拉人。哎，没想到还是个内敛型的，身材那么好。哎，走喽。将军，您不是去找神殿少主了吗？怎么会中毒呢？那是假消息。是狼国间谍给我设的计，神殿少主根本不在场，我也因此中了他们的药。好在我即使杀了他们，但我也因为药性发作失去了理智。不过照你这么说，是一位神秘高手救了我，还帮我逼出了药性。对，很有可能就是接电话的那个人。不过他会是谁呢？静觉，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神殿少主他不想出面？暗中帮忙，很有可能。不过将军，这位少主已经救了你两次了，是不是有点太巧？什么？我觉得呀，这位少主肯定是对将军您有意思，所以才会屡次出手救你。那神殿少主身份极为尊贵，实力更是通天，他怎么可能喜欢我？快别说了。好好好，不说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今天碰见王浩，你不会把他揍？你不知道这家伙有多可耻，他竟然在勾搭夏婉婷的堂妹。那位夏楚楚当初呢还在为他说话，一定是被王浩给骗了。无耻！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渣？对呀、啊，跟那位少主大人比起来，王浩可真是给他提鞋。神殿少主和他比，那简直是侮辱了神殿少主。喂，王浩，今天是老太太的忌日，一家人都要去祭拜，你能不能一起过来？夏婉婷，是把我当演员了啊？在活人面前我帮你演演也就算了，在死人面前还要帮你演？你就当是我求你帮忙了，可以吗？行吧，死者为尊。金块坟是你们家的？是我们家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只是这块地被我们抢买，限你们三天之内把这破坟迁走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有手续吗？少他娘的废话，马上就买了，赶紧迁坟，听不懂吗？你还没买，我们凭什么迁坟呢？
就凭我是齐家的顾千胜，哎，老子帮你们请。住手！住手！他妈居然敢动手！兄弟们，你这不让眼的家伙，松松扶手！你别过来啊！我可是齐少的人，你敢动我，齐少不会放过你的。少他妈废话！我今天就动你了，怎么的？好，怎么对战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叫陈天豪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等你来找我啊！你是个废物，你害死齐少吗你？我不是看陈天豪的名字好使吗？刚才我一喊，他们吓得拔腿就跑了。那还用说，我要给陈少打电话，让他过来，把那些人吓得早都就跪地求饶了。啊，是是是是是，赶紧拜吧。父亲，请放心，我送的这个礼物呀，价值百亿。等到了灯笼宴那天，你送给神殿少主，一定可以让我们齐家再上一层。齐少，受不了了，齐少。什么事啊，慌慌张张的？对不起，我们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干地吗？本来打算建一座行宫赐予神殿少主的，没想到遇到一个叫陈天豪的，他不仅霸占了坏地，还不由分说的把我兄弟给打伤了。你难道就不用我报了呀？可是他非但不怕你，还说你算个屁！什么过江龙，在江州地界，见到他陈天豪都得从头道歉啊！好，好，好，这一个小小的江州，真是水浅王八多呀！也不知道少主殿下为什么要选在这里设立灯笼宴。你去，带人把那个小子给我抓过来，我倒要看看这个陈天豪有什么三头六臂。快去！洪水，好一个陈天豪！陈少，你是不知道那个王浩啊有多无耻啊！他居然敢冒充你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警告他。他要冒充就冒充吧，只要能帮上伯母的忙，这点小事无所谓的。哎呀，陈少，你什么都好，就是太大度了。当初呢，我也是把家嫁给你，那该多好呀！谁陈天豪？我他妈陈天豪，有什么事儿？这个他妈你是陈天豪，站住！你就是陈天豪是吧？是吧？齐少，他就是陈天豪，没错的。我认识他爸。陈天豪，你还真是不是死活，连齐少都认识。齐少可是京城四大家中齐家的继承人，连中海地下皇都要给齐少几分面子，你居然敢打齐少的人！哎，行了，既然这人没有抓错的话，那就把坟给我刨了吧。好，对了，把这个小子给我放了。是，哎，不要，齐少，打伤您手下的人不是我，是个叫王浩的，是他动的手，他是个冤枉，他是故意陷害我呀！这，天豪，你不是认识崔三爷吗？赶紧给崔三爷打电话，让他救你啊！他们说的这个崔三爷是齐少，崔三爷就是崔家家主，在中海有一些能量，听说程天豪就是和崔家交好才敢这么嚣张。好，那我现在给你打电话去。齐少，我根本就不认识崔三爷，我也没有他联系方式，我刚说那些话都是吹牛的。我知道你仗义，你怕连累崔三爷。你个老不死，给我闭嘴！来，三爷，我是。喂，齐三爷是吗？
你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叫齐天，这里有个叫什么陈天豪的，他又被我打死了，你确定不过来看一下？什么陈天豪？我又不认识，死了就死了，关我屁事儿！这咱也全都认识，程少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以为陈天豪你是盘菜，没想到都是在吹牛啊！程少。这事真不是我干的，真不是我动我手，我求您饶我一命。齐哥，就是他，就是姓肖的，是他就是王浩。王浩，这阴险的小人，你居然冒充我！我不是觉得你江州陈少的名字好使吗？我就用一下，你看你小气巴拉的。我让你说话了，给我闭嘴！你叫王浩是吧？有点意思，有意思吧？但我对你没意思，我不喜欢男的。好，不过你打了我的人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不知道，也没兴趣知道。好好，果然够狠。但是今天你打了我的人，你就应该承受我的怒火。我要把你的四肢都给你打断，斩草喂鱼。哟，斩草喂鱼，你吓死我吧，我好害怕呀。哎呦，这个就是你女人吗？我现在还不是，那就是。七哥，那个夏无情。哟，你叫夏婉晴是吧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要是想让你老公和你们整个夏家都安然无恙的话，那就当着你老公的面给我伺候舒服了。你说什么呢？哎呀，你笑什么？齐天，你是不是真觉得自己是齐天大圣，没人动得了你？笑话。我齐天虽然不是什么齐天大圣，但是在这江州，谁他妈敢动我？呀，哪来那么大自信啊？啊！来人！齐哥！哎呀！废物！到底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把你说的话再说一遍。老子齐天在江州，谁他妈敢动我？哎呦，让我说你就说呀，小子，他们敢动我，知道我的嘴巴，我可是京城四大家族少东西，你敢动了，找死是吧？东子，我的手，放开！打架就打架，你废什么话呀？再问你一遍，这块地还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何必当初？别干！好，小子，你们给我等着，老子迟早弄死你们！走！你这个废物！你知道齐少是什么人吗？你居然敢动手打他！妈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再骂他也没有用呀。我们不如先想想办法吧。哎呀，我们家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摊上你这么个策划型，哎，气死我了！这是干嘛？王浩，我们好歹夫妻一场，虽然有名无实，但我是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你去死的。这张卡里面有50万。你拿着离开江州吧。别，王后，你别闹了！知不知道齐少是什么人？他是京城齐家的少主，只要他一个电话，我们这帮人都得走啊！婉晴，你不会真的要去找那个什么齐天吧？走啊！婉晴，你不会真的要去找那个什么齐天吧？那不然，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？你这个害人精，你赶紧给我滚不滚！我会想办法的。
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不是担心你没吃饭吗？他说你什么时候跟我去领证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跟你去领证了？王浩，你就那么喜欢那个夏婉晴吗？我的爸，你可一定得听我做主呀！我都说了我是齐家大少，可人家压根就不买账呀！啊，好。什么？什么？我要看看这些小杂碎敢蔑视我们齐家！来人！秦世龙啊，不作就不会死。林沧海，你什么意思？那个人，别说你齐世龙了，就算是京城咱们四大家族，在他眼里也只不过是个蝼蚁。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是不想四大家族变成三大家族。他到底是谁？他到底是谁？神殿少主王浩。什么？呸！记住，你齐家欠我一个人情。快，立即去加州。家主，家族中那些强者要带去吗？带个屁呀！我这是给人家道歉。齐少，你好，我是夏家的夏忠义。你出去吧。要说这王后这狗东西，他确实还蛮不听话的。齐少，我是夏婉晴，我们会赔偿的。赔偿？好嘛，赔偿就赔偿。你别这样，你放开我。本大少说过要跟着你那个废物老公的命玩死。那好嘛，那既然你那个废物老公不在，那让你爸看看，也蛮不错的。齐少，你不能这样。别这样，别这样，秦少，你不能这样，少爷，少爷，你带几个贱女人过来，不就是让我？那既然如此，让你养，求你了，不能这样，少爷，少爷，还要吗？有死，有死，给我弄死他！看来上次给你教训还不够。你不能杀我！我告诉你，我爸马上就来检查了，你就死定了。我死不死不管，那你现在就得死！放他！齐少的父亲齐世龙是大夏天域的战王，这些年杀的境外强者不下其数。今天来我们都得死啊！战王吗？为什么我感觉我好像杀过他？你个废物，刚才不是很狂吗？来呀，再给我狂一个呀！我走。齐世龙来了又怎么样？现在就杀了你！爸，爸，爸，你快救救我呀！这小子他要杀了我呀，妈！爸，你就是齐世龙啊？听说你是什么战王？什么战王不战王的？我只是个工人罢了。这件事是我儿有错在先，你们想怎么惩罚？我齐某无话可说。你们现在再问，
绝不搞什么特殊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哎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想要他的命？王浩，你闭嘴！要不是战王大人宽宏大量，你别开张鼻子上脸了。行吧，那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先生吧，王先生很满意。那行吧，那我就先带着我这个逆子告辞了。关天涯，王浩，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做什么？想想我们这帮人都得死啊！夏晚晴，在你眼中王浩就这么不堪吗？你要是残了，你把他让给我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他不过就是惹祸精，你要去拿去啊！晚晴，走啊！人家都说你是惹祸精了，你还留在这儿干什么？晚晴，我们是不是误会王浩了？爸，你是不是刚刚摔那一下把脑子摔坏了？你看啊，他刚才冲进来，不顾一切的救你。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后生，能这么做，可全都是为了你啊！哎呀，爸，我对他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也是怕你之后后悔啊！现在这年头，找一个诚心诚意对你的好男人有多难呀！好了好了，爸，别说了，我带你去检查一下吧。求死！住手！我真的会后悔吗？姐夫，他刚才那么说你跟王源，我都替你忍不下这口气。终于让我找到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哎呀，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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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底是谁？苍天庇佑。真的是上天庇佑，你果然是你。那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神殿两大护法，先生，这些蝼蚁也敢对我不敬。这下谁能帮？你现在果然发挥不出你巅峰实力的一成，今日这趟我来的真值。咱们十年的纷争，今日该落个了断了。可是。将由我冥王殿夺婚，去死！不要！不行，婉晴，婉晴，啊，对不起，我爸，啊！明日就是灯笼宴，也不知道少主长什么样。晚晴，你想怎么死？请恢复记忆了。可就算你恢复记忆，那又能如何？一样拦不住。都来！死战，杀你！就朝不死战。
包的收益，万不亏之，你居然突破到神仙。老婆，你醒了？你还说呢？医生都说了，我伤没好，不适合剧烈运动。你昨天晚上还……可明明都是我在动。你胡说，是死吧你！我去上班了。少主，今晚的灯笼宴，我已经邀请夏家参与，到时您将以神殿少女的身份向婉清小姐求婚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姐夫。你来干嘛呀？ 我是想说，堂姐受不了的，我可以受得了。喂、哎。